因他离而显自心，从有念一入无念，正是本法深妙处啊！我们如果遇到有人对我们去批评，你应该要了解啊，能达懂这个道理，可以告诉他啊，不懂呢，不懂就笑笑念阿弥陀佛就好了。不管你怎么讲，我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我对你恭敬，你那个法门好，我赞叹，我这个法门不如你，我的根性不如你，哎，看看将来我们两个谁成功。有一些学佛的人啊，或以谈他离为着相啊，对那些学净宗的、学禅宗的啊，这你们着相了。啊，着相好啊，我们是着相啊。我们着相求往生了。啊，应知他离也是自信，自他不二啊。啊，这净宗里面常讲的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，啊，自他是一，自他不二，自他完然。有没有自他？有。啊，从理上讲，同一个自信；从事上说，同一个自信所生。啊，自信能生万法。啊，因他离而显自心，从有念一入无念，正是本法深妙处啊！我们如果遇到有人对我们去批评，你应该要了解啊，能达懂这个道理，可以告诉他。啊，不懂呢，不懂就笑笑念阿弥陀佛就好了。不管你怎么讲，我还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我对你恭敬，你那个法门好，我赞叹。我这个法门不如你，我的根性不如你。哎，看看将来我们两个谁成功。啊，不比现在在抬杠，看看以后成就啊，这就证实了。是故弥陀要戒云：此之法门呢，全在了他即字。若慧言他佛，则是他见未忘。嗯，他还是分别，他还是执着啊。若偏重自佛呢，却是我见颠倒。偶耶大师这个话好啊！啊，因为偶耶大师生在那个时代是明朝末年，哎，禅风很深，禅瞧不起净土啊，所以莲池大师善巧方便啊，注解无量寿注解这个阿弥陀经，用华严经的十门开启啊，把弥陀经提升跟华严一样的境界，这是他的善巧方便的啊，这是他老人家的用心的啊，就是在那个时代禅风极盛的时候，怎么样让人来相信净土。是故弥陀要解云：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字。若慧言他佛，则是他见未忘。若偏重自佛呢，却成
我见颠倒，要解里面这几句话了，意思很深。凡夫之所以很难成佛，关键就在此地，啊，总是放不下了分别之处，这里就讲分别之处，啊，无论修哪一个法门，啊，这是我们无量劫来的习气，很容易啊犯过失。那么这个法门，祖师讲得好啊，全在了他即知，了是明了，知道自他不二啊，啊，他是阿弥陀佛，这自是自己。啊，阿弥陀佛跟自己本来就是一体，是自信弥陀嘛。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自信变的。那我从哪里？也是自信变的。我跟阿弥陀佛同一个自信。这个道理很深。啊，真正其如这个境界，肯定这一桩事情是真的，那你叫真的了。啊，你就是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啊，他佛跟自佛是一，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这个自性变的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，也是个这个自性变的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贤首过师在《望境还原观》里面讲透了，讲得太清楚了。啊，所以这时你就晓得了，这个诸佛如来跟芸芸众生跟我是什么关系，你就搞清楚了。啊，从关系上来讲呢，就是伦理。啊，所以在中国这个伦理很重视。啊，自古以来讲究伦理。啊，这个伦理是讲人与人的关系。啊，佛法的伦理讲得最圆满，啊，不但把人与人的关系讲好讲出来了，啊，人与所有一切动物的关系，跟所有一切树木花草的关系，跟山河大地的关系，跟虚空法界不同维次空间那些生物的关系，全都说出来了。啊，可以说伦理讲到究竟圆满，是大乘佛法。啊，特别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啊，我们看到世界成就，啊，华藏世界那都讲伦理。啊，如何将这些关系处理得很好，那是德行，自信里头本有的智慧德相。啊，这个处理啊都不离自性。啊，这性德的流露。啊，性德的核心我们中国老祖宗真的发掘出来了。啊，这个核心就是孝啊。所以中华文化啊，叫中国特色了，用一个字来讲就是孝。佛法里头也是这个孝。
啊，所以佛法到中国，跟中国文化很快的就融成了一体。啊，它的根本是一不是二。净宗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你看净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，第二句奉事师长，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以这个为基础啊！啊，孝亲尊师啊，那么其他的宗教文化里的拥有，有实在讲核心就是一个啊，所以这个世间宗教可以团结啊，一个核心嘛，没有不讲孝道的啊，他没有佛跟儒讲的这么清楚啊，他讲爱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他讲仁慈啊，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啊，一个核心啊。能够真正觉悟啊，不容易，觉悟之后啊，这些知见就没有，不会再说他佛自佛，不会再有这个念头了啊！有这个念头不就是对立啊？有自有他啊！所以莲池大师说啊，如果说忌讳他佛，他见没忘了。若偏重自佛呢，那是我见颠倒，我见为王，自他对立了，那就变成二法了，就不是佛法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